候更有味道哎。不见红翠好好的，来问一下阿娃记哈，这一首歌原唱人是谁？后来是李翊君，对，翻唱秋兰芬吗？不是啦，谁听？我还看过他们戏院登台的演出嘞。但是真正的原唱者叫做魔力行一记。哦，那自己了，你以后以前的歌都是日本歌改过的，我们翻的。魔力行的名字，哎呦，好有味道。哎呦，有味道哦。今日起的，哎呦。跟那个慧姐，你们是有合作？是是是，我一出道的时候就是二姐。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在姐弟，姐弟而已。啊，一干已经拍到底？不会啦，没有，不会啦，没吧？二姐对我们晚辈是非常照顾的。对，更有味道。真的，他刚走进来，后面有人就问我：“哎，宪哥，今天那个詹宏志有来上节？”有人西凤的老板哦，有人说伟忠哥，有詹宏志，伟忠哥，好像啊。请出题，决战喽！决战喽！决战喽！所以一定要原唱来讲。这个我真的知道。对，这一定知道。这你什么再会啦，新马耶，不会不会。来来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缪彩。我好爱这首。来，再会啦，新马。